辛辛苦苦写这企划案，也好竟然嫌东嫌西，我拄才要找伊讨论，伊嘛唔肯。我压力就大，我真正我要冻袂掉啊！王小慧，你是凭啥开我企划案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内底有一寡部分爱修改一下，啊，若无直接提出来用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我感觉我的企划案写得真好，啊，无啥像你讲，敢有写得无好？企划案是作文比赛，写得搁较好，啊，不过实际上第一执行有问题嘛是无路用。是啦，啊，二嫂唔是用你顶面写意见，啊，你要参考顶面的意见去调整企划案的方向。少强，王雅慧是因为大姐的关系，一直找我麻烦，现在哪会你明明来糟蹋我？我无糟蹋你，我是认同二嫂的意见。我是公事公办，你买什么代志拢公公大姐遐去。你莫用公事公办做借口啦！你若是要替你大姐出气，就针对我来，莫提一寡有诶无诶借口来找我麻烦。我已经解释过啊，你听袂落去，我嘛无法度。这份客户案爱请你搁调整一下，今麦我甲少强要出去开会啊，那谢英丽，希望明仔载客户案都当调整好势。稍等下。今天你若是无甲话讲清楚，你免想要走。你先滚到酒瓶，你饮酒啊？这是我的自由，无你是算啥？你莫两声讲，你做阮业界的新妇，就来管送话人啊？咱讨论的是公司，伊个公司上我是你的顶司，我对你的要求嘛是为着公司好，合情合理。你莫搁闹啊！是甚物人在闹啊？你给我听清楚，业界毋是你讲的准拄算，而且你嘛莫看袂起业界的其他的人。你啉酒醉啊，先倒去厝里休困，有甚物代志明仔载再搁讲。你是凭啥赶我走啊？你莫讲明谣啊，都要用顶司来压我，我无食你这套。哎，这里这里。好啦，你安做歹看啦，先别讲。我唔惊歹看啦，今日一口气，我一定要吐回来。是安怎啦？我伫咧外口就听到内底伫咧大细声。曹宝，你伫咧替我主持公道，我辛辛苦苦写这企划案，也好竟然嫌东嫌西，我拄则要找伊讨论，伊嘛唔肯，佮想要甲我赶出去。唔是啊，迄企划案明明都有问题呢。好啦，心中讲两句啊。你看，即马无论也会讲啥，少强拢会赞声。我明明想要跟他斗三工，我到底是做唔对啥？不要大家来糟蹋我！明明就是你唔对呢。好啊啦，啊表姐即马就已经情绪失控啊，你莫阁讲个刺激个啦。唔是啊，少强。大表姐，对对对。你较冷静个，已经无代志啊！哈，曹宝，还是你对我上好啊！我就无简单，才想要重新开始，也不过伊连一点仔机会都无要给我，所以你定爱支持我，那么我是真正行无路啊！好啦，我了解吼。啊，你唔是要甲客户开会？我看表姐今摆真艰苦，我先予伊心冷静一下。老婆，你莫学脾气啊！伊是咧演戏，互你看。好啊啦，你莫对伊逐项代志拢有意见，好无？哦，什么代志是真诶，什么代志是假？你慢慢感受。少强，先来开会。小凤，你即摆看到啊吼？你是安怎对待我？我即摆逐工拢在上班，我压力就大，我真正我要冻袂掉啊！表姐，你想要遮尔艰苦啦？啊，咱公司即摆就是用咧做主啊，有当时啊，我嘛无法度认同，这我嘛无法度。你拢安尼讲啊？我可以当讲啥？